这是靠近房屋的最后一颗。我们来看师傅锯下来。垂杨树长在别人房屋的后面，这是嫩叶，可以用来做菜吃。因为风吹过，有翻根砸向别人房屋的风险，所以请我们来给它砍掉。这也是我们目前为止伐木啊存在风险最大的一次。我们来看师傅砍倒的瞬间。好，好。